晋江啊，哎，这是我们选的日子，您看怎么样啊？好啊，好啊，要是讲您来就好啊，都提到这礼物，啊，连妹妹最亲家啊，啊，那个很搞的说。啊，我阿爸啊，跟阿姨说啊，这丽美啊跟秀琴是姐妹，我们两家本来就是亲家了。那现在丽美呢又要嫁给小葛蛋，更是亲上加亲，所以啊一定要慎重一点。哦，对对对，我这样阿伯都叫这个女婿来敬您就好了。谢谢谢谢谢谢，那就谢谢亲家翁了。亲家翁啊，那有了郭家的帮忙啊，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婚礼呢办得很盛大，风风光光的把丽美娶进门的。好，那加油加油。丽美哦，嫁给您了，我就很放心了啦。可是哦，我哦，较担心的是那个小狗蛋呐。啊，亲家翁啊，你这话是？新妇啊，新妇啊。乌龙大的意思啊，是伫咧讲，因查某囝倒咧边啊，那参就一只鸭尾咧。啊，小狗蛋人那么老实嘛。哪位关医哦，还关得掉哦？赌飞一变形，好天价！阿爸，你看你几好甲笑啦！是谁叫你出来啊？你嗯，人伊送你的，你几来？你今日都不用出来，你我啥都袂当出来。丽美啊，这是风俗啦，入来入来啦。哎，你不干嘛把丽美给藏着？这其实应该让丽美跟我们多亲近一点。而且我越看她越投缘，快来快来。是嘛？我看你哦，啊，叫你听丽美哦，我就放心了。亲家母，坐，不用着急的。这个秀琴呢，只是做一个这个产前的检查而已。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等一下检查回来就知道，哪天是预产期了吗？不是？哎呀，就是一想到马上要报增生了，哎呀，这个心里高兴的，就着急了嘛。哎，亲家母头子啊，哎，那我们就说好啊，等一开好就要姓郭了。早就答应你的，怎么啰嗦？不是啦，我是怕你又还腿啦。这啥意思啊？娘，我阿姨啊，她没有什么恶意，她不太会说话。不会说话。人家钱不讲完了就是安尼，点讲几句啊？好嘛，卖讲就卖讲嘛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啦。阿伯。进来啊！哇，进来啦！大家拢点赞，来，进来啦！秀琴嘛，安怎？啊，检查了安怎？哎，医生说什么时候啊？还两个礼拜。啊，两个礼拜呀！哎，太好了！还有比这个更好的？阿亲，母亲，一家亲，今年再过妈祖。